谢谢请善待死耗的啊神兵，还有吗？可以，善待神兵等着分红吧，你别跑，牛了无级别，无底洞有专用点不点啊？这130、140的武器啊，我觉得这垃圾一号门派也不太对啊，底子也太差。我操，真的有牛了无级别扔神兵的兄弟，你不要跑。无级别鉴定现场，2019年1月18号，司法青云出了牛了无级别的特效，谢谢。第一把470，第二把451，第三把482，第四把436，130还是140的无级别，起码30000打底。130的无级别啊，加力还加魔，特效无级别限制，天启耀阳强化打造啊，嗯。好了，恭喜东岳泰山啊，一个普通的玩家啊，号只有60级，扔神兵的兄弟在不在啊？扔神兵的兄弟刚才叫啥名来着啊？刚才记住他的名字了吗，兄弟们啊？专用剩下的都点了啊，除了无级别，后面的军火鉴定就无所畏惧，随便啊。燃烧之光再出特技，耗品真的很厉害，5件武器出无级别，刚才十字仓库毛都没有啊，请善待死耗啊，请善待死耗进队啊，493啊，606，428，燃烧之光，光辉之甲，单加耐力啊，出了一个牛了无级别限制啊，抖音又多了一条。哎，最近有点中毒啊，一个老板出了好东西以后，第一个想象的不是老板有多么开心，而是想办法先发个抖音啊。请站在此号，你先跟我进队待着就行了啊，来再来随便出。哎呀，我他妈的这个我就不服了，什么无级别，什么永不磨损，什么光辉之甲，就11把武器全都我给你出全了啊，这把永不磨损还是比488的国标命中要高，而且还单加了力量啊，这60级的号值钱了。